他。他在哪儿？在那边，我刚看到他被一个零七角的混蛋带上，往浪漫的方向去了。多谢师兄，来，我带你出去。不必了，我的家人都死了，我也身受重伤，活不了多久了。我只是不想让你再插手。亲人分离之苦，苏师兄，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？我在战斗中昏了过去，醒来之后便在这里了。师门现在如何？师兄弟们死伤殆尽，我们几个侥幸逃出来的也都被抓来了这里。凌虚角经过的地方寸草不生，师门变为一片焦土，就连掌门也……掌门如何了？掌门房间的时候，他已经惨死在魔物的爪下了。看得出他临终前以一己之力退敌无数，可那灵虚魔物实在是太过强大，都怪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。你们不必自责，我苏某今生是抱着灭门之仇，林虚教我定叫你血债血偿。很好，你内心的仇恨终于被点燃了。
少侠且慢。你是什么人？小的只不过是个变戏法的。什么意思？你想怎样？这位小爷，放松点。我之所以会到这儿来，是因为我最近正在钻研那画魂器。画魂器？你研究它做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那些有画魂器的人，一天到晚都跟入了魔似的。我想我的戏法要是有此等魔力的话。所以你想让我把画魂器残液给你？哎，我们耍戏法的从来不白要别人的东西。少侠若肯将那画魂残液交于我，我必有众筹。这只是谢礼，待少侠猜对了才能给。猜什么？我这里有三个罐子，在其中一个里放入了个大蘑菇，之后我会将这三个罐子任意调换，请您指出哪个藏有大蘑菇的罐子。如果猜对，我这些日子在这里搜集到的好东西就归你；如果猜错的话，那就对不住了。这名死去的囚犯身体上有余温，死因不明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大残液。
应该是在逃跑的途中被狱卒袭击而亡的。
这名被胁迫的弟子，看得出他独自苦苦支撑，至死都没有放弃抵抗。这具囚犯的尸体腹部有一道深深的刀口，应该是被狱卒拖到这里处斩的。又一名囚犯的尸体，死状很相似，难道是不堪忍受地牢中的折磨吗？
怎么死在这儿？难道他的身上有张纸片？鬼无天地，今有乾坤，目之所向，真知藏匿。这是什么？猜谜游戏吗？搞这么复杂，我最不擅长的就是……此人的穿着，既不像灵居教，也不像万法归宗门，倒很符合盗贼或寻宝者的特征。然后呢？鬼极横向，金极纵向。鬼无天地，今有乾坤的意思，可以理解为宝物在上或下，而不在左或右。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。下一句就很好理解是吧？
应该是在逃跑的途中被狱卒袭击而亡的。啊，瞧瞧我看到了什么，活人，真不敢相信。我曾以为这座监牢里不会再有生命的气息。无论在哪儿，只要你想活下去，都能活得很好。嗯，话是这么讲，但这里可是虚定地，你不知道这里的地方。这里就是个魔窟，吞噬一切吃人的。我曾亲眼见过人们排着队往鬼魅的魂池里跳，转眼就变成了一个被旁边的一块巨大的石碑吸走。好端端的人就这么没了，据说那些人的亡魂要被送往魔界做祭品。我也不管什么人不人魔不魔的，能多活一天是一天。你就在这里等死了，不然还能怎样？反正那些人早就逼我立过契约，凡是身上有契约之人，没有一个活着。等待的尽头到底是什么？小李，你也在等我吗？不要让情感支配了你的内心，这可不像幽魂族的战士该有的样子。喂，等死的滋味应该很难受吧？啊，你问我？啊，对，不应该问你，你是个死人。
这具囚犯的尸体腹部有一道深深的刀口，应该是被狱卒拖到这里处斩的。这名被袭击的弟子看得出他独自苦苦支撑，至死都没有放弃抵抗。又一名囚犯的尸体，死状很相似，难道是不堪忍受地牢中的折磨吗？
Hmph!
Yes!
终于出来了，只是太压抑了许久。是的，你的嗜血鹰已经让你变强了不少呢。但是小李应该不在刚才的地牢里。我应该去哪里救他呢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不过虚灵教抓走你的妹妹，定是想要将她献祭给混沌邪神。这里的地貌环境，前方应该是上河村了吧。听说北方虚灵教最大的祭坛就在上河村附近。我明白。这个灵虚教徒似乎是被这里的弩箭射中身亡的。应该是此地的猎户布下的陷阱。哼，真是活该。这个灵虚教徒似乎是被这里的捕兽家家主生亡的。应该是此地的猎户布下的陷阱。哼，真是活该。这个大叔应该是在逃跑的途中被灵虚教袭击而亡的。是谁？您不用害怕，我跟外面那帮灵虚教徒不是一伙人。唉，这种躲躲藏藏的日子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您要挺住，等我剿灭了灵虚教，这里会回到从前。回不到从前了，大家都不在了。唉，
小朋友，怎么了？大哥哥，我和我爹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，好饿啊。玉米你吃吗？太好了，谢谢大哥哥。作为答谢，我这里有三个罐子，在其中一个里放入了一个大蘑菇，之后我会将这三个罐子任意调换，请大哥哥指出哪个是藏有大蘑菇的罐子。如果猜对，我这些日子里在这里捡到的好东西就归大哥哥了。不用怕，我不是林旭教的人。不要哄骗老兄，这一带除了那些恶魔，已经没有其他活人了。没有骗你，如果我是林旭教，恐怕你早已成了亡魂。那你是？我是万法归宗门的弟子，来这里寻人的。寻人，恐怕这少科村附近已经没有活人了吧？这一地带早在三天前就被虚灵教屠杀与侵占了。您要多加小心，等我剿灭了林虚教，这里会安全的。知道林虚教的祭坛在哪个方向吗？请问，难道是受了林虚教的刺激，惊吓过度吗？虚假，连没有反抗力的老人都不放过了。老人又如何？虚灵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复活他们的混沌邪神。虚灵教
教弟子为了将其复活，开始四处猎杀他人，举行祭祀。每多死一个人，世间的恶就多一分，恨就多一分。混沌也因为这些负面能量的膨胀而渐渐苏醒。
他！又是一具村民的尸体，难道我就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吗？这上河村就在虚灵祭坛附近，这里和你的门派一样，早已被虚灵教侵占并屠杀。你能做的就是让虚灵教血债血偿。至死都没有放弃抵抗。
停！